们按顺序检票吧。希望喜欢我们下午的表演，谢谢。闲着无聊，出去逛街。你现在没有？为什么上机一开，你整个人都不对？你刚才不是这样说的？不对啊。你觉得外面有多少人？不知道，可能没有人吧。应该。没有人，你有什么害怕的？那就不害怕。哎，是吧？上面没有人，来给自己打打气，给自己打打气。来，摄像开机。开机了。好好。来，三，冰，二，我干嘛呀？哎，我试一下。关门啊，关门呐、啊，关门呐、啊！我出来干嘛？你把这个话筒准备好。总监，我是总监。你就现在过来，你就是宣传人员。你跟外面发票的小姐姐是一样的，而且你是他们的领导，好吗？是领导，人家领导比我高，这算啥？领导不在乎高，他就是姚明捏他的。好吗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嗯，不行。你先这样，我要推你，我来。好。哎，我腿软。走，扔他。腿软，腿软。二一。哥哥姐姐们好，我是店家。就是希望就是哥哥姐姐们听从，希望我们下午的表演，希望我们下喜欢我们下午的表演啊，希望喜欢我们下午的表演啊，谢谢。现在大家按顺序检票。现在哥哥姐姐们按顺序检票吧，谢谢。腿软。军哥，你可以让他不要穿。你不是说可以盖着吗？你这儿我怎么盖呀、啊？你这怎么盖？你这怎么盖？咱你说怎么盖？
欢小人书。哎，叔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的元昊哥哥了。这个团队里面，你觉得俊一哥哥讨厌吗？不讨厌。小凯一弄就在我的床上一弄就想事儿。哎，说你的辫子留了几年？11年胎毛，从小留的。哦，这个真快，这个还不错。你内心觉得团队里面头脑最清晰、最成熟的成员是你？我，对，棒。哦，下一个是谁呀？大石头。但是如果你真的，如果你真的按实话讲的话，没事。姐，你问，你先摁。我是 YSBOYS 里异能感最强的成员。对。你是喜欢你爸爸还是喜欢你妈妈？妈妈，特别喜欢妈妈。爸爸每天都不理我，只有妈妈理我。妈妈。变了没有？电的应该是电的，没有，真的没被电。这个情况是应该是被电，没变啊。我喜欢我妈妈，我特别喜欢我妈妈。手摁住。你觉得你的衣服脏不脏？不脏。厉害了！所有人还想谁问？来问我，我真的想被电一下，来来来，让我电，我要让电甲。等一下，让我三，你准备好了告诉我，你准备好了。好的，电哥哥没事儿。我是团队里脾气最好的人。我应该是，好吧，我是。恩杰，恩杰，啊？是吗？不是，不是。我脾气不好吗？军一，一档皮摁下去。有的时候我觉得某某成员简直太吵，希望您安静一点。小马和浩简直吵得没朋友。错了，哦，哥，你刚挥了一下，哥，你错了吗？你喜欢喝可乐还是雪碧？你问。我比较喜欢喝可乐。这个害人精。我比较喜欢喝雪碧，但现在喜欢喝可乐。完了，问完了。还有几个问题，我觉得这东西还挺好玩。谢吗？你写的对的，谢谢，是谢啊，是谢啊。
来，小马看着，自己动手才有意义。来，这样。哦，快喝完糖了。好了，我需要你吗？姐姐，我喝完了。对对对对。对三个礼以后，他耗子变大了。耗子变大了。对对对对，要喝完了。他可能平时会偷吃零食，都挺幽默性的。就叫起来以后，就脾气特别不好。哎，匆匆那样。你们，三二一，散会。哎，跟我们小猪 happy happy 啦！一个，谁接上？谁上？谁上？思考什么？在泡在这边呢。